我刚才说因为等一下小雨一样是爱神，我不要当爱神了，我要发疯了。来、欸、看是谁哦，我还是要拿那个鸡大叔哎、欸。哎、欸，这是有换哎、欸欸，没有有换人哎、欸，没有啊，都一样，这是在解封前都一样都一样。我要当爱神。这是解封前的样子。我是艾瑞斯，还是什么？我哎、欸，我是那个。团团原本拿的，你是有对我刚刚那张哦，鸡那个超好用的，激素可以那个，但是我刚刚没有，刚刚没有那个，刚刚没有抽到好，就是用到好的牌可以用。小雨现在已经不想讲话了，真的是好好笑。哎、欸，不是，可以让我出张牌吧？我开场到现在是完全一张都没有。来，给你出牌，给你出牌，不是啊，不是啊，等一下没有这颜色。这个牌可以再烂一点的，满满的。哇塞，这个牌真的不是普通的烂哎、欸！小雨，还好吧？我开场就烂哎、欸，你只是牌烂而已、欸。随便啊，不要收起来啊！不要全部收起来。好笑。我就把我的牌搞超烂，然后就在那边用零跟七。超级生气耶！最气的那种，真的很烂，真的很難用没有啦，我真的没有啦。欸，你的功能牌很多哎、欸，排斥我的牌真的超难用。哦，加一下。哎呀，没得加啦。丢一张而已、哦，可以，可以自己选哦。对对对，自己选的、啊。我以为它是随机，因为大多都是随机。没有，就那个那个还蛮强的。对。好啊，都不要出牌啊！不要不要出牌，诅咒快来了。哦，你已经那个了，解锁了，那是怎样？我忘记了，他加点让他解锁、哦，他可以选择禁止别人。对，来喽，喂，来喽，是谁呢？白痴哦，这个很难出啦，我解锁了，我的技超好用啦，可以换可以换神吗？指定你想要换重换别的是不是？抢人家的神，可以想爱神、啊。用七选择换的不是牌而是神，爱神。你可以看看爱神，肯定是你的不二人选最好玩。好吧。有了，你也解锁了。哎、欸，对，这小雨要丢两张，最好玩。嗯，快笑死了！这是被是排气意识。有啦，你快变身了。哎、欸，你再一个，丢一张抽一张。古灵，古灵 ，Seriously， 古灵。哦，他其实还是在讲，感觉还是讲英文的 ，Seriously。Seriously， 那个 Seriously，、嗯、你认真。西路西路，什么什么 ？You welcome。西力西力，哦，好了啦，团哥。没有啊，你这张牌的弱点就是你出不了牌，你就没有办法用，完全没办法。封印，哇，封印解除有了有了，爱神爱神爱神登场。不是哎、欸，我的诅咒牌出不去啦。I hate it。没事，不要紧张。Bill Bill， 你知道吗？我身上牌全都激素牌。哇！你记下别人啦。哇，不用玩游戏了。他们牌比较少，我可能就会考虑一下。啊、那我先试一下。我再送你两张，我再送你两张。好好，你送我两张，你送我两张。好好。哎、欸，不错哎、欸，你这不错哎、欸，还不错。欸、不是可以换个颜色了吗？这个颜色真的不好的、欸。这个颜色真的我的诅咒牌出不去啊！没事，我的都一直在，我的牌就一直打，一直十三张。指定一个牌将牌全部弃掉，再见诅咒牌。好哟、哦。好啦，来啦，让你出一下啦，好不好？让你不要睡一下。好好好好好好。哎呦，
我就继续抽牌。小雨。那牌到底怎么会玩这么厌世啊？有了，你可以丢了，你可以丢，你可以丢了。来来来，我看一下啊、喔。你先把诅咒牌给别人了，就给你啊。嗯。给团团，团团也没了。没有啊，都没有、欸、啊。你要少。对啊，你比较少啊，一张啊，两张了啊，再给你一张。其实爱神，如果你留着诅咒牌，还蛮好玩的。哎、欸，他诅咒牌又要来了。是留着诅咒牌没有用啊，你要先留一大堆功能牌啊。对，真的很难用。它很麻烦，就是你要留一堆功能牌。也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啊！这也太难出了吧？可以再白痴一点。好难。哦，他帮我把诅咒牌丢掉了，好爽。哎、欸，没关系。哎、欸，直接换啊！我旋转，你的旋转，哎、欸，旋转，旋转，啊，我这能干嘛？反正没有，我这能干嘛？我记得还有旋转啊，我不知道、欸。没有，波波有一个，没了，没了，出完了。我刚刚就是努力在寻找，找不到。啊，不对，波波拿到那个牌很好哎、欸，他那边有一堆同个颜色的。哦，他那边几乎都是绿色。哇，加二没了。对啊，你如果是你会比较好一点。有了，你可以给牌了，中牌了、哦，好开心！看一下，都很烂，好像都没差。激素牌不能给团团吗？真的给没有哈哈。不要丢！唯一的牌看来比较希望就是那个家事，他又把它丢了。爱神不会打牌，不要打哎、欸！中风了哎、欸！爱神被恋爱冲昏脑袋了。好团，你干嘛呢？不是，我刚刚原本没有出这张牌，我要出别的，可是颜色换了，我就没办法了。糊了，干嘛、啊？颜色换了，我没办法、啊。真是快气死！哦，气！黄色五一张、啊，直接赢了，结束。哎、欸，对耶！哎、欸，你知道我刚刚说结束的时候，瞬间我还没意识到我结束。啊、你没记，你没意识到。哎。而且我还在想完蛋，我一堆期待我小雨下一局会把我的牌换回来。我换不回去了。啊！我看你这么讨厌爱神，还有点想玩他、欸。等一下给我好了。看一下，那你会不会出现爱神呢？看一下会不会出现你。我要鸡，快把他收走！给我鸡，我受不了了。我想换角色，你们都有换角色玩，我也想玩一下。欸、我是爱神啊！我是爱神，我想我爱神。我变雅典娜了，哎。好耶！我是爱神。好耶！我可以来借人家牌了。回转，终于换我了。小雨终于要体验到游戏的乐趣。对啊，终于可以知道游戏是怎么玩了，好开心哦。然后你就被加牌了。我就没有，我有。哦、你有啊，白痴啊！哇，你加我是两张，你抽四张。没错。真正是小鬼魂啊！哦，没有这个。哎、欸、有哎、欸、我还有加二哎、欸，好开心！哎、欸，干嘛啦？我这牌都会抽起来的。那好像爱神都会被针对哦。爱神就全部照单全收，谁来都可以。没错。哎呦，又换颜色。哎呀，各种换。我终于可以出牌了。恭喜！那这样子啊，恭喜，好啊！恭喜你！你太多七了吧！恭喜恭喜你！还给到小雨了，恭喜！你太多！那我再拿回来。好啊！哇！哇！雅典娜！咪咪咪！咪咪！换我。拿一下、啊，看一下你在想什么牌。诅咒要来了！诅咒爆开了！诅咒爆开了！
给我什么颜色了？哇塞，哇塞！不是，你知道我一定得先把这张出掉，不然我受不了。哎，妙蛙这次也是一样的，对啊，对啊，跟上一局一样。没事，加四张，加四张，加啦，加啦。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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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为什么啦？为什么？哦，可是他可以丢红色吗？你现在哎、欸，还不能丢，加一轮吧。对啊，我还没变。解锁完之后再一轮。我还没有变。哎，干嘛 ？Oh my god！ 没有啦。压起来。不好意思了，没牌了。爱神诅咒。我没有牌了。爱神诅咒，大家都解锁能力的爱神还在那个。对啊。孤零。啊，没有，啊，没有，啊、你是被录音的？你啊，你很奇怪啦！啊，什么意思？啊啊！我们今天是玩我，我真的要疯了！你现在在倒带回去一个小雨一开局很困的声音，被害耶、欸！到底是什么意思？现在是被小雨发出要坏掉的声音，要坏掉了，真的是要哎，不是，这你要坏掉就坏掉，不要再禁我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结束了，各位。哇，这哎，我今天梦没赢了耶。真的是要中风哎！嗯，哇 ，DJ 猫猫到了新档次啊！哎，真的，他已经学会混音了。结果 Bobo 刚刚有体验到爱神的技能吗？没有，好像没有。爱神真的目前解锁，目前真的他连解锁都没有，他连解锁都没有。所以目前只有小雨体验到爱神，你有解锁、哦？你有解锁？我以为你没解锁。没有，我跟你讲，谁抽到爱神谁就谁真的。真的，爱神诅咒，我又是鸡。喵哈，爱神玩起来！爱神好好玩、哦，这已经不是加15的尖叫，是爱神的尖叫了。没错，爱神的尖叫声。哎、欸，干嘛啦？真的是哦，爱神，好了，我有了，我只是不想出七而已。你看嘛，没有，我不想出七，我不想跟别人换牌哦。那你可以抽牌啊。哦，出牌，啊，送你啊！我也送你一张。哦，那我们换个颜色。好，我在打乌诺。对啊。嘿，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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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哎，哎，哎，啊，那么公公公公公，我啊。加四减二，干嘛呢？没有，我们放过另外一个爱神哦、喔，很可怜。爱神太可怜了，爱神就有本身敌 buff 了。好，爱神这个只有你真的很难。哦，红色，红的，红色怎么又红色？那我要换的，绿色。只要一看就很多绿的啊。有啊，我有，没有很多，一点点。都要来了，各位。就来了。好了，出掉了。哇，解锁了！一米机解放喽！解放了！哇，我也要来解放我的能力啦！来吧，雅典娜。哦哦哦，他没有图。那我要解放雅典娜。对啦，我在说刚波波那个神有没有秃头，看他没有、哦，没有没有秃头啦，秃肚子。我刚以为就那个帽子而已。对对对对对对，他有大胸肌，爱神也解放了。其实感觉好像没差吧，根本用不到、啊。
爱神真的太看手牌了。欸，我发现这爱神的胸部好像比那只鸡的胸部还要平。我要看一下那只鸡的胸部，太嗨了！欸，真的，欸，他比那两个男的胸部还要平。欸，我的天哪，啊！古希腊的胸部，男生的胸部肯定要大的吧？欸，不是，要养，要多照顾小孩啊。没事，可以丢个两张。哇，直接丢掉你的诅咒牌！哇哦，好爽哦！好壮哦，真是很壮耶，好壮哦，换一下。好啊，我还有一张七哦。哦，我看到了耶。没错。我抽一下好了，没有想我特别出的。砰砰砰！哎嘿天！砰砰砰！我突然可以进人了，好耶。对，你可以进人了。啾啾啾！不要不要不要！这什么烂牌？要他疯狂抽牌，真的是爱神太帅吗？哎，我被禁止还要抽牌是怎样？我可以给别人东西是不是？啊，对，对，你可以给别人一张。对，好了，送你一个这个了。哇，你还有三张牌啊，妖叔哦！满满的，而且我还不能出牌，欸，被禁止了，还被，对啊，我还不能出牌，欸，怎么回事啊？哦，就是高心态用啊。对啊，选择。哇哈哈哈哈哈哈！丢丢丢！哇哈哈哈哈哈哈哈！哦，坐起来。哇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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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红色的哦，红色我也蛮爱的，红色我也蛮爱的。喜欢血流成河的颜色。哦，但是现在又觉得有点绿会不错啦，吃点菜啦，吃点菜。姜菜，啊，我觉得你这样子对啦，可以呢。这样就要给人家牌了，对啦。谁要这张举手？没有人愿意举手啊！啊，你先讲话的交给先讲话，先讲话的先给。没事，继续加。好，继续加。哇，你还可以发动能力哦！我要把它丢掉。那我要加。魔修，我等一下就直接把牌换走。我以为是我直接再加下去。我直接把牌换走，大家就很开心，很开心啦，不开心啦。哎呦，你到底有几张加二啦？我就留了很多功能牌吧，不然爱神怎么玩嘛？有点夸张哎，是要一直用功能牌才行啊。给你啦，你又给我，我怎样了？哎呀，可能这是招谁惹谁？对呀，啊，我只是抢走鸡而已，他就这么难过？哎，对。哎，欸，对耶，这样我有理由可以一直弄你耶。我也想要爱神啊，啊就爱神跑去娱乐了，我也没办法，啊。真的没有办法。你直接把这两张丢了。啊，七七七耶，大家都不想要七。两张七很烦。哎呦，回转了。对，我现在剩下的也很烦。真的假的？那不然给我好了啦。有有，真的给你了。没有啦，不是喵哈的啦，喵哈那个没有啦。啊，干嘛你干嘛你干嘛？哎，还我牌，还我牌！你这个也太鬼了吧，彪彪！还我牌，彪彪，你这很鬼耶，欸！不是，我刚我刚给团团的牌全部又回到我手上，怎样？你全部丢给团团，又全部又拿回来了。彪彪超鬼的嘞！我的天哪，对。超级鬼，好扯哦，彪彪！我已经想好了哎，然后你还不让我出牌，
啊，你就一直塞我牌，我也没有。我跟你讲，他有两张加四哦，团有两张加四哦，好恐怖，要换的赶快换哦。在你头上，好换一下，换一下，换一下。哇塞，两张加四哎！你忘记你这边还有一张。完了，赶快抽七！有人在洗牌，有人在洗牌，洗哦、你看我抽掉了，没有七啦，白痴哦、喔！我要抽一张七出来，我要把我的牌出，白痴啊，总是四，小雨有没有七？小雨不到了，进他进他进他，结束嘞，对啊，我应该是要结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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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爱神真的很难嘞、欸。对不对？爱神真的是哈库，他从一开始你就得继续，就都得先留那些那个特殊牌留到后面。可是如果你真的没抽到，是什么吗？最气就是你在那边留特殊牌，然后电脑自动帮你把那些牌全部丢光，然后或者是被别人领转走。我刚刚只知道留的都是世界、啊、那个特殊牌就被转走了。没错，给我爱神，不要给我爱神，给爱神，我要玩玩看，我要鸡。鸡很可爱，哦、我的鸡，好，是雅典娜，爱神了，爱神了，好，爱神，爱神，好，来，我抽到了，我抽到了，可是大家都想玩，我已经玩三次这只，哎，对，所以这只算好用啊，一开始就先交换了，什么意思？看一下爽一下而已，是不是？哦，好险哦，小雨，你知道你刚刚拿这张牌，你拿那个鸡可以出很爽，哎，哦，可是现在还没啊，要打五轮之后才会到，对啊，要好久，真的要好久你。换我了！嘣嘣嘣嘣！终于赢了！我常跟你说，爱神带赛。爱神真的赛，他的眼神看着你呀，他觉得很难过。哎，我也很难过啊！啊，我应该留六九的。哦，换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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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换一下，哎、欸，丢一下，丢一下，啊，干嘛呢？啊，什么意思啦？就是加你两张牌的意思啦，解锁了，爱神，解锁爱神了，蓝色，诅咒来了，咚咚咚咚。谁、哦？我的灵敏度怪怪的。哎呦，灵敏度怪怪的，你怎么了？我滑鼠没有没有。我刚好可以做这个，哎、哦。哇，这牌有够尴尬。这是，那就只好加二了。好啊，加二加二加二，不错不错。雅典娜解锁了。解锁了。啾啾。啾啾。啾啾。雅典娜。点解哎哎哎哎哎哎你要那个哎、欸、哦、oh, no 我污了我污了我就不相信你赢了牌是但不可能、啊、弱势的话我只要丢完牌而想出来对这样可以看得出你最后颜色、就是、玩机的话看得出来最后颜色就一定不是刚刚出的那个快点把这个零丢了！再抽一下了，哎、欸，真的假的啦、啊？你知道、哦、天哪、啊！他刚刚已经确定不是红色跟黄色，就只剩下蓝色跟绿色了。二分之一的机会，你竟然给他？我相信他刚刚爱神拿那么多次，肯定不是。你知道这只有二分之一的机会、欸，就对了，好扯、哦。哎呀！